S4 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功能，其实就是智能暂停。它这智能暂停就是说，你在看视频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眼睛盯着屏幕，它屏幕是不会熄灭或者是什么，但是你的眼睛一旦离开屏幕，它会检测到你离开屏幕之后，视频会自动的暂停播放。那 OK，我们演示一下，我们先可以从相册里面去打开一个视频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打开这个，OK，那我打开，我现在去看它。那我把头转一边去，啊，已经暂停了。你看它又播放了，那我再转一边去。OK，它又停了，这个就是智能暂停。